间消失，转身后成为谁？人海中害怕被淹没，快乐不再像从前的快乐，苦涩不再是从前的苦涩。我是谁？世界之大，我要去哪？成长的教训。如果你在某年某月想起那一场你解不开的习题，不必刨根问底，处处都有荆棘。看世间的风景和从前的自己相遇，世间的风景和从前的自己。